大家好，我是小薇。今天路过杞县的夜市，看到也是非常的热闹，看到有一家小摊儿热气腾腾的在冒烟，瞬间感觉肚子饿了。咱这一笼是几个呀？十来多个。给我要一笼吧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多，小摊上的人依然是很多。大姐告诉我，夜市每天是5-6点钟出摊，一直卖到夜里的凌晨。三个人从出摊到结束，一直都不闲着。吃饭的人大多数都是附近的居民，要一份蒸饺10块钱，再配上一份大姐的冰粥15块钱，饭量小的够2个人吃。蒸饺要想保证味好好吃，必须要保证食材的新鲜。大姐说，每天的馅料都是上午现打，晚上现包，一天生意好的时候，光馅料就能卖3桶。要水晶的，要冰豆的。哎，哪个好吃啊？水晶的这种，冰豆的自己家那种好的那种。哦，要水晶了吗？我看水晶的怪好看。哎，凉了。这是锅煮了是吧？啊，这给你做。咱搁这干多少年了，大姐？10多年了。那个是凉了是吧，里头？啊，凉了。好好。这里头是藕粉不是？来，给奶奶凉了。冰粥是5块钱一碗，里边的料特别多，是不是？啊？这是两碗粥一笼2块。这光不老了吗？这我那是蒸饺里边是羊肉馅的，料的味儿也比较好。这一份蒸饺是15个，是10块钱一个。